好的，一二三，对对对对对，有点是说，假如你当你在喷这样的玫瑰水当中的时候，怎么保养？尤加水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去产生一个正常的油水平衡，而导致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光亮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介绍好玩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首次联名款。这个呢是 Celando 跟包福航空联名的真的玫瑰喷雾，它这个是100沫。为什么是100沫呢？这特别要讲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上飞机通常是不是超过100沫，对，就不能带上飞机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真的是为了包福航空100沫客制化的联名款。它除了好携带之外，它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九头身的特色。九头身吗？这个精油衣以及玫瑰精入水酒。这需要摇动吗？我们在每次喷之前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呢，它上面是油的精粹嘛，摇摇哦，要摇一摇。所以你可以先喷喷看哦。先喷它就是底下嘛，因为它水在底下应该都是水嘛，所以如果我们先摇摇完以后，就可以直接喷了。对，有一个调查是说，飞机上面的湿度几乎已经比沙漠还要低。真的，会喷起来需要用这个东西。这个水呢，其实它不是一般的纯水，它是玫瑰的蒸馏水，是大马士革玫瑰水。对，其实呢，它里面有一个金箔萃取。我觉得每次想到金箔就很贵。我看金箔真的超贵，金箔它是用克在算钱，它不是算一公斤一桶这样在算，它是用克在算。好，我讲快速讲一个重点啊，是因为女生不都会，就是说化妆前就是一定要擦一些保湿的东西。你会吗？会吗？女生一定要，因为她其实天长期带妆的时候，她皮肤其实是非常的干燥的，真的真的。所以等于是说，例如说，它可以在化妆前、补妆后，就等于是补妆前，你可以喷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其实我很建议你喷一下，原因是因为是锁住水分吗？是，没错，强效锁住水分的。我们讲保湿的时候，如果有精油这部分，它会不会真的会让你喷起来有点油油的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今年非常流行，叫做油保养。我现在到晚上啊，还在擦油保养，因为它等于是让皮肤有共同的共鸣之后呢，便是它可以辅助我们的皮肤，辅助它的 DNA。这是真的，我有在研究这类的。了解了解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晚上都会擦精油。我跟你讲，痘痘竟然擦精油，痘痘没了，应该不会长痘痘了，不太会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实测了。好，等于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，就是一般喷雾的喷雾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测试就是跟这个玫瑰喷雾，为了要选哪一件手呢？两只喜欢，两只喜欢。好好的，一二三。对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它含有油，那它这个呢是只有全喷雾，所以点是说当中它这里会慢慢的觉得有点崩，崩不代表它是保湿，崩代表哦真的啊，对，因为这个是跟分子冰有关，就是因为它分子力比较大，所以它是需要慢慢的蒸发，但它这个呢分子很细，所以它一喷上去就吸收，所以点是说它不会再变，我很建议你，就是你可以敷 T 字部位，因为其实玫瑰水啊，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你可以擦任何的 anything 的精华液都没有关系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喷湿，然后湿敷。很有感觉，就等于是说，假如你当你在喷这样的玫瑰水当中的时候，其实呢，油加水，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油加水在哪里？油保养，油加水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去产生一个正常的油水，而导致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光亮，这样是比较重要。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吗？是，没错，应该是说它因为玫瑰这个东西啊，它其实是让我们比如说保护我们的敏感脆弱肌，所以等于是说呢，这类型的肤质的人也可以使用。好的，好不好？那就请大家通粉小四级，好不好？小下周见，耶，拜拜。